今日天气足好个吼，啊，较温暖啦。其实吼，咱今年过了真无简单啦吼，大家会使平安安尼过一冬。但是，大部分个人拢足平安，啊嘛足温暖。但是我相信有一挂咱个乡亲时代可能啊需要较侪一挂关心，尤其今年是一个疫情年吼，所以伫即、這个时机的时阵，咱除了照顾家己之外，咱嘛爱照顾咱身边的人。而且，伊毋是讲干呐破病，咱来个照顾，嘛足希望伊无破病。伊逐工实在会使，食会饱，睏会少，我感觉这足重要的吼。啊，所以伫咱做会到的范围内底，除了咱家己，希望会使尽我们一己之力来照顾我们周边的人，哈。从疾病，从健康，我们都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我相信这是咱秀和基金会、跟咱秀团医疗体系所要做的一个初衷。所以我们就站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阿妈就甘心咱秀团基金会、秀和基金会啊，跟咱在座的市长、跟咱的里长，大家才支持哈。阿弟姐会使趁这个机会，甲大家组织。表达咱即马一点点仔心意，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啊！你啊，将来不管你咱的健康促进，咱日常的照顾，咱大家拢会使尽咱绵薄之力，那么协同，我们有美好幸福的彰化市，这才是咱的心愿哈！多谢大家。更感谢的是我们北区的我们彰化市北区的我们的里长，还有叶永金代表。号召的所有的里长跟我们所有的住户共同来感谢我们秀传医疗体系齁，这不简单啦齁，这个因为疫情啦齁，应该这个停办这个尾牙啊，这个经费接线起来打电话给我啊，咱工作马上还没配合齁啊，动员咱的志工嘛，感谢所有志工齁共同来参与齁，非常感谢，感谢里长，感谢代表齁，非常感谢，谢谢谢谢，再次的掌声，独立秀传医疗体系，谢谢。